学，大家好，欢迎各位同学再次收看财务报表分析的课程。那我们在今天的讲次，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资产负债表类的分析啊。好，那在本讲次里面，我们主要要讲授的大纲有下列这几项：第一个就是资产的意义，第二个就是资产的评价，第三个就是资产的分类，那第四个就是负债的意义，还有这个负业主权益的意义，这几个主题。好，那我们首先来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资产的意义。好，那我们知道说资产是公司的权利或者是清偿债务返还本金的依据啊。好，它产生收入可作为给付员工报酬、偿还债权人款项或者给付所有权人报酬以及公司成长的资金来源啊。好，那我们在会计上来讲，对资产的定义最主要是以这样子来定义，是指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时日内对某一个特定的未来产生未来经济效益的资源具有权利者就称为资产。好，那我们知道说，从上面的定义里面，我们知道资产具有下列这两个特性啊。好，第一个就是需要说能够产生未来的一个经济效益啊。好，还不能产生未来经济效益，或者它的效益已经耗用的这些权利或服务的话，均不能列为资产了。好，所以这是它第一个特性。那第二个特性的话，需要是为企业所拥有的权利啊。好，虽然这是项权利可以跟他人共享，但本质上这项权利是需要具有排他性啊。好，我们最常见的例如说公共财，比如说阳光、空气、水，这些都有可以产生未来的经济效益，但是这个是属于任何人都可以主张的一个项目啊。好，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将它据为己有，说这是我们公司的资产，所以不属于资产的定义啊。好，那当然这项权利并不是以法律上的所有权为限啦。好，那我们了解了资产的意义以后，接着的话我们来看的话就是有关资产的评价。好，资产的评价，一般会计上对所谓资产的评价是指以通行的货币单位来衡量啊，来评定各项资产它的价值的大小啊。好，所以我们资产的评价的话，它的评价基础常见的有下列这三种啊。好，第一个是以它的产出价值，好，第二个的话是以它的投入价值，第三个是以它的成本跟市价孰低的价值来决定啊。好，那这三种衡评定这个资产的价值，我们分别来说明。第一个，好，以产出价值来说的话，好，我们知道说是指企业预期在未来期间内出售或者换出各项资产所具有交换的价值啊。好，那随着企业拥有资产的类型与性质不同，通常这种产出价值可以有下列三种的计算方法啦。好，第一个是以未来的现金收入来折算为现在的一个价值，就是未来的现金收入折现法。好，第二个的话是以现实产生的产出的价值啊，也就是按照现实公平市价或评定该项资产的一个价值啊。好，公平市价如果说在考虑减除的交易成本，则称为净变现价值啊，在会计上。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指清算价值啊，是指说在公司企业在被迫的情况之下来出售资产的价值啊。目前来讲，这个并不是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所认可的，因为这个清算价值是大概是在比较公司特殊要结束的情形之下才会发生的。所以我们这一个是说在理论上是有这样的价值，但是在现行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里面，我们并不承认这样子的一个评价方法，因为我们会计上有继续经营的假设啊。好，那我们介绍完了以它的产出价值来衡量资产以外，第二个的话是以投入的价值来衡量啊。投入价值的话是以
我们实际投入的成本金额多少，好来决定资产的价值，它一般来讲是属于比较可靠的一个衡量方法。它的为什么会比较可靠呢？它的理由有二啊。第一个就是说，投入价值的多少的话，均为已发生的成本啊。那价值通常包括是历史成本啊，或者是重置成本啊，未来投入的成本折现或标准成本等啊。所以它这个是它的成本都已经发生。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评价的时候并没有说预先猎豹未实现的利益啊。所以基于这两个理由的话，我们认为说以这一个投入价值来评定这个资产的金额的话，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啦。那第三种的话，就是以成本市价孰低化来作为资产的一个评价。好，那会采用这种方法，最主要是基于会计上有这一个稳健原则的观念呐。资产的价值也以它的成本跟市价两者谁比较低的金额来认定啊。它既不是产出价值，也不是投入的价值，而是这两者的混合体啊，而是以这一个哪一个比较低的价值是比较符合稳健的原则啦。好，那因市价这一词有可能是产出的价值，也有可能是投入的价值，所以是看情况而定啊。好，那我们了解了资产的评价以后，我们接着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资产的分类啊。好，那资产的分类的话啊，我们一般来讲可以把资产分为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无形资产以地缘资产等这四个大类啊。好，那我们依序来说明啊。第一个所谓的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是指一个企业所拥有的现金，或可能在一年或者是一个营业周期内可转换为现金或减少现金支出的资产。有符合这个定义的话，我们就把它这一个视为这个流动资产。那它判定的标准在于资产的变现期间是在一年或者是一个营业周期内两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来衡量啊。那相同的资产可能在不同的产业里面而会有不同的分类啊。例如建筑物来讲，比如说公司都会拥有的房子，在一般企业的话，建筑物都是属于非流动资产，是属于长期资产。但是如果说是在于建设公司的话，因为建设公司拥有的房子跟一般公司拥有房子的性质不一样，建设公司拥有的房子它是为了要出售、要交易、要买卖所用的，所以这房子在建设公司的话就是属于流动资产，因为它的期间是在一个营业周期以内，所以营业资产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是一个判断标准，但是也会随着产业的不一样而有所不同啊。那我们在实务上常见的流动资产包括有现金、短期投资、应收账款跟存货，还有预付费用等等啦。由于这一类的资产它的变现性很大啦，是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实务上常见的这些流动资产。那第二类的话就是非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是相对于流动资产，是指一个企业所拥有，它不可能在不会在一年或者一个营业周期内，可以转换为现金或减少现金支出的一个资产，所以它的一个定义来讲，它其实是相对于流动资产，不是流动资产的话，它没有流动资产的性质，就是非流动资产，那我们介绍了第二类以后，那第三类的分类的话就是无形资产。那无形资产是指一个企业可能是基于法律或者是契约的关系所赋予的各项权利，或者是由经营上所获得的优越的获利能力所产生各种无实体存在但是却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的，能使企业的实质的净资产超过有形资产的部分就称为无形资产。那我们常见的可能有各种的专利权啊、商标啊，或者是商誉等等的，这些都属于无形资产，没有实体存在，但是它可以帮企业产生
经济效益这样。好，那第四类的话，就实务上常见就是地缘资产。好，地缘资产是指各项发生的费用，好，将其效益递延于未来的年度啊。好，这个是为了要达成我们会计上有这个收入与费用的配合原则啊，来将它归类于好未来的年度负担呐，而自本期的费用转列为资产的部分呐。好，那由于这一个递延资产是表示它能够产生未来的无形效益，常会令人觉得它是跟无形资产好像是混淆不清啊。事实上，在本质上，无形资产的价值是基于权利的取值，而递延资产的价值是在于长期的预付费用啊。而且这项费用的话，具有长未来的贡献性啊。所以这两者还是有所不一样的，有所区别的。好，那我们跟同学介绍完了资产了以后，我们接着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这一个负债啊。好，负债类的这种分析的话，我们知道说先要了解说负债的意义啊。那负债是什么呢？负债是企业这一个我们知道说企业的资金来源不是来自于举债，便是来自于业主权益啊。那资产负债表上借贷双方分别有它的代表的意义啊。借方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资产来讲，反映的是企业目前所拥有的资源到底是有多少，而贷方的话由负债跟业主权益所组成，它反映的是企业资产的一个来源啊。好，那我们知道说在这里面来讲负债代表的是目前企业跟未来资源的一个请求权啊，而且这项请求权它的效果效力的话往往还优先于业主权益啊。负债的话是我们一般来讲对于公司有请求权，那他的请求权还优先于业主权益啊。好，那实务上来讲对负债的定义我们可常用的是说，凡以赊账的方式取得的商品或劳务都会产生负债，这是最常见的。好，但是负债并不限于这些因销货或因交易而产生的这些负债啊，其他很多企业会产生各种的不同的负债，例如说借贷、应付税捐或者是宣告股利及产品的售后服务等等，这些也都是会产生负债的一个项目啦。好，那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就 FASB 的话，它是将负债定义为固定的个体由于过去的一个交易事项或交易或者是事项而以目前所负担的义务啊，必须于未来移转或者是提供劳务于其他个体，因而可能牺牲未来的一个经济效益者啊。那如果根据 FSB 的这样子的定义，我们可以把负债又更精准的加以把它讲出定义出来，它所需要具备的三个基本特征啊。第一个就是负债的话是目前所负有的义务啊，而需于未来移转或者使用现金、商品或劳务加以偿还呐。这个一定是要现在目前所要承担的义务啊。如果说是以后的义务，这个就不是我们会计上所称的负债啊。比如说我今天给人家进货，我欠人家的应付账款，这个是我现在要负的义务，所以是负债。但是如果我说我们如果说承诺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我才要给你钱，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的话，虽然我有做这个承诺，但是这一个因为发生以后还不一定，所以这个就不一定是我们的负债。这个比如说像以前我们实务上以前我们有发这个所谓的战事受田证，战事受田证是说我们反攻大陆以后才要付给我们的这些农民老兵，但是这个我们还没有反攻大陆之前，其实政府本来是没有这个给付的义务啊。好，这第一个一定是要现在已存在的一个的负担。第二个是这个义务的话是不可避免的义务啊。好，因为有些义务的话，它会不会发生，或者是会不会产生的话，这个都还不一定这个就不一定是我们的义务。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常见的这个保证的义务，因为我们知道在法律上，保证的义务一定是要主债务人他没办法偿还了以后，这个保证人才需要，才有这个偿还的义务。所以对保证债务来讲，我们或许是以后有可能有这一个这个承诺，有这个负担，但是在这个主债务人还没有保障之前，其实保证债务并不存立这样子。好，那第三个就是说这一项的义务的发生或者交易的事项必须是已实现啦，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义务的话是要我们这一个交易的条件都已经实现的。好，那由于负债是企业未来的给付，企业若不能够有效的履行这一项的义务的话，便有倒闭的风险啦。那所以企业一般来讲都是会非常的注意负债的表达啦。为什么？因为你这一个如果说你负债偿还不了的话，那就会构成我们一般实务上所称的时常发生的所谓的周转不灵啊。那周转不灵的话，人家就会要求清偿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变现你的资产。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变现资产可能你正常的资产价格都没办法达成，都甚至都是要变成是拍卖价那可能就造成企业很大的一个压力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企业会时常很重视负债的一个表达甚至也是因此的话，企业有可能会有这个动机去做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美化的一个工作啦。而对债权人或投资人或者报表使用人的而言的话，负债金额的多寡就会影响到他的一个债权到期的偿还跟投资金额的保障问题啊。因此我们在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需要对负债类的项目多加留意避免会计分类或处理的错误或舞弊，而造成我们的财务报表分析不实啊。好，那我们介绍完了资产负债以后，我们接着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业主权益类的一个说明啊。那业主权益类的意义是什么呢？在资产负债表中，业主权益代表的是企业的资产总额减掉负债的总额的部分，那个余额的话就是我们称为业主权益，表示业主对企业所享有的一个权利范围啊。所以一般的话，我们又把它称为净值或者是净资产这样子啊。好，那业主权益的话，会随着你企业不同的组织的形态不同而有不一样的名称啊。一般我们在独资企业里面，我们称为资本主权益啊。而在合伙人的企业里面，我们就把它称为合伙人权益啊；而在公司组织里面，我们就把它称为股东权益啊。那由于是现在的话，是股东公司组织是我们大部分的企业组织最大宗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很多都是在讲的，就是讲业主权益这一项这样子啊。好，那业主权益与负债的话，在性质上，他们是有很大不同，虽然这两者都是代表的是我们企业的资产的资金的来源，但是他们的性质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啊。以这个业主权益而言的话，它是属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啊，而负债的话，则是属于跟企业的关系是属于债权债务的关系啊。两者在法律上的意义跟差异很大了。所有权的话是企业的拥有者啊，他的投入资本并没有特定的偿还期间啊，也没有定期收取股息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权的话是企业的最后的一个经营成果的一个享受者，也是分摊者，但是企业的话他对于所有权人并没有说他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到期日的一个规范啦。而且我们知道说企业的所有权人就是股东的话，可以分配享受到公司的一个股息的分配，但是我们知道说公司的股息并没有说强制一定要发放股息，我们
公司法的规定是说，公司有盈余的时候，就是有保留盈余的时候，哦，才可以发放股息。但是你有保留盈余，也没有说有保留盈余就一定要，哦，发放股息。所以这个是所有权很大的一个特质，而且所有权往往也没有特别的担保品作为保证啊，哦，所以，哦，每期有享受经营成果或分摊，哦，损失的义务啊。那企业在终止营业的时候，哦，所有权是享有分配剩余资产的权利啊，也是企业经营成果的最后的享受者与负担者啊。好，哦，这个是我们介绍业主权益的性质。那我们刚才有讲业主权益跟负债很大的不一样。那负债的话，哦，相对的话对企业是一项负担呐，啊。通常它的介入款的话，哦，都会有一定的到期的期间呐，啊。所以这一个负债的话，可能有时间可长可短，但是负债通常都会有到期日啊。而且负债的话，它对于企业的话，哦，是有请求哦给付或交付利息的这样权利。那我们知道说，利息是不计企业不计盈亏，皆需要定期给付的利息的这样约定啊。那在企业清算的时候，哦，这一个。哦，这个负债的话，它的受偿的一个权利是优先于业主权益的受偿权呐，啊。哦，但是啊，负债的话，它相较于业主权益的话，它是没有参与分配经营成果的权利，就是说它可以享受哦定期的利息给付，但是它不能够去参加企业的盈余分配啊。那当然现在的很多的企业的经营或者法律也在各种有各种的可转换的公司债，或者是定期的这些什么特别股，但是这些的话都只是说现在的法规或者是说做个各种的一个变形弹性的一个约定，但是基本上在本质上负债跟业主权益两者的性质或权利义务是非常的一个不一样。好，那有关业主权益的交易事项，对于一个企业的损益计算，其实往往并不明显呐。好，一般而言，业主权益分析的一个主要课题呀，啊，是在区别出各种不同投入资本的一个构成因素啊、内容跟它的对盈余分配的一个限制等等啊。好，所以因为不同的业主权益的组合状况，往往会影响到投资人的一个什么业主权益的一个分配啊。因此对于财务报表分析者而言啊，哦，除了对业主权益的各项有关的账户应该详加的分析以外，对于其他各项发行的条件约定或规范等，哦，也要加以详细的一个探讨啊。哦，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说详细的了解，哦，各中对业主权益它隐含的权利义务关系啊，哦，才不至于做成我们错误的财务报表分析判断啊。好，那以上的话是我们对于啊资产负债表类里面啊有关资产负债跟业主权益三大类的这一个分析的一个内容，我们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好，那我们接着的话以实务及以这种学习活动来跟同学加以介绍啊。这个的话，我们假设有一家保讯通公司，在第一年的时候，它资产负债表中有880万的短期负债，其中有500万元是8%的哦长期债券呢，啊，将在第二年的3月到期啊。那公司财务主管要将这8%的长期债券再融资啊，因此第二年哦也就没有这个债券到期啊。那公司在财务报表在第二年的3月26日公布，那请问一下，在这个状况之下，哦，财务主管的意图是不是足以将此负债哦列为哦长期负债？面对这一个问题，他的答案的话是什么呢？哦，我们知道说，哦，必须是不是财务主管他的一个意见就可以了，要看是不是说
保讯通这家公司是不是有能力来完成这一项长期性负债的再融资的决定啊？企业能不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的话，要视两种情况啊。第一个就是说，在资产负债表日发布财务报表日的前，我们知道说资产负债表日就是第一年的12月31号，那发布财务报表，因为你12月31号没有办法那一天就是什么就发布这样，你可能要有一段的准备期间。以我们这个例子，它是在3月26发布，那我们这段时间的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长期债券的话，是不是可以将这个短期债券再融资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发布资产负债表前以他人订立合约，可将这个短期债券再融资，而且有符合下列这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他再融资的话，有效期间必须要长于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啊。第二个就是在资产负债表日、财务报表公布之前，公司也没有违约的情况啊。那第三个就是贷款人或投资人在财力上有能力来履行这个合约。那如果说以这几个判断，我们认为说他可以把这个已经快到期的负债再展期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因为他下一期就不需要动用到流动资产或增加流动负债的话，这些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列为长期负债。好，那我们以刚才的例子，我们再继续来看第二个问题是说，假设保讯通公司在第二年的一月发行10年期的公司债500万元，要来偿还第二年3月份到期的这种债券，同时这项行为是在财务报表之前已经完成，那在第一年12月31号的财务报表有什么影响？那这样子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跟同学做一个说明。第一个，他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全部的短期负债金额300万，而这个长期负债增加500万，这个就是随着你条件的形成。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可以跟同学说明，就是说我们对于长期或短期负债的认定，不是以它的条约上的这种形式，而是说以它是不是能够需不需要动用到下一期的流动资产或流动负债，这个来判断。好，那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说如果说假设保讯通在第二年的发行普通股，以所得来偿还3个月到期的500万债，在这个情况之下，第二年的3月到期的债务是否要包括在第一年12月31号的流动负债里面呢，或者是列为股本呢？那我们的答案可以跟同学可以这样来参考，就是说应该是要列为长期负债内，因为公司已将到期的负债转为长期性资本，所以不列为流动负债，但是也不能列为股本，因为在这一个时候它的一个资产负债表里面还是负债，它本身并没有完成转为增资的或股本的这个行为啊。所以我们从以上这三个问题的这一个说明，我们这一个资产负债表类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分类的表达方法，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财务报表分析的一个结果。而这一个表达的方法的话，它是随着说我们的条件是不是有符合我们会计上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类或者是长期短期的一个分类标准，不是以它的法律或形式上的名称来分类。这一点是对我们的财务报表分析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以上是我们跟同学介绍的资产负债表类分析的一个内容。那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我们下一讲次再见，谢谢。